太随性还是太偏执，老外败笔让人搞不懂。外国人很爱他们的鞋子，不管怎么样都不脱鞋，甚至是翘到那个床铺上他们都觉得无所谓。你一进门之后要踩要脱掉鞋子的话，你脚就冷死了。有羊毛拖鞋，北海道也很冷啊，一样啊，也还是会脱鞋啊。我们的脚没有你们那么脏啊。一定要锁定今天晚上11点东森综合32频道二分之一强。